就你们这修炼速度也敢叫修仙，不如去找个厂打螺丝包吃住，当然说不定还没隔壁大妈打的快。我靠，你侮辱人有个限度吧，给你牛逼的，那你很牛喽。没有，其实我也就一般般了。那你来说个鸡毛，傻逼。怎么可能，明明大家同时进入游戏开始修炼，我们普遍后天境，为什么你就已经到了先天境巅峰？你这修仙它科学吗？不过是先天境巅峰而已，多大点事，要相信科学好不好？太得劲了，靠吸收别人的怒气修行，这修仙很科学吗？快看，先天级巅峰的大佬，我靠，这合理吗？不会吧不会吧，不会有人连先天境都没有吧？他竟然传上了，一副欠打的样子，是怎么回事？感谢各位老铁送来的辱骂，非常感谢，非常感谢。达到这个境界的话，我应该可以去迷失森林走一趟了。姓林的，可算让我遇见你了。阿累，我认识你吗？你上次跑到我家，偷偷把我家翠花的店给堵了，这 TM 能忍？开玩笑，我正派人是林某人，怎可能干出如此下流龌龊、卑鄙无耻之事？你还给我装！我向来喷人不动手，不要逼我啊！你一个后天境的废物，是打不过才对吧？杀人啦！救命啊！你没的，你的速度为什么这么快？敢动我儿子，钱家小子，你不要命啊？不是啊，别说了，想想怎么办吧。大家刚刚都看见了，这到底谁打谁啊？我的儿，你没事啊？老毒儿，你他妈谁啊？进入游戏，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游戏身份，我不会成了别人的儿子吧？要不你杀了吧，没意思了，我生个二胎。真的吗？我亲爱的父亲，咱们回家吧。